然后也到多久再讲？因为想到很难讲哦。不是，刚讲那么多，结果看现在又拍的时候，现在要拍就没办法。大林面，夸张。现在不错。然后就是等一下的东西啊，就是稍微要。那有需要装什么吗？要装一下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调麦的东西了，所以其实应该不用再特别等于是衔接上去啊，不太需要用到那么多的那个特别的元素了。反而是看招都进场，就是转场的其他拍的东西的时候比较多，会需要思考。不然我们其实最主要的那时候的 verse 都有，对吧？啊，后面你是说最后一段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唱，那后面没有要衔接一些什么空镜头之类的？最后一个空镜头，我觉得都是可以。我感觉到大家在笑吗？不好说。我说看到就觉得很好笑。都看。看出来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你说就是最后就只有我们两个这样子来来回回，就是唱，然后就没有要接其他东西了，吗？我觉得是。因为毕竟也有两个镜头在拍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光切换那个，我觉得就够了，就不需要再接其他